怪癖其实有哎，我很喜欢闻猫猫狗狗跟小孩的脚掌，我觉得那个气味会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。我家人都说我一直很想要当女强人，但是因为会有时候会变得就是说你知道有点二百五，在处理事情上面都给很多意见，但是常常那个给的意见都是大家哈，你觉得这样对的吗？要上了一部我觉得我很重视然后也很喜欢的一部戏，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一个小小的小恶魔，有时候会出现。我自己本身觉得希望大家心中有那个爱的存在，你爱的东西越存在越多，恶的范围就会缩得很小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部戏要传递的不是恶，而是善与爱。